抢先看，不先不给看。大家好，主持人邢云。都说男人呀像小孩子，在他们小的时候呢，喜欢玩一些像四驱车呀、赛车模型啊这些小的东西。在他们长大以后呢，他们的玩具也跟着一起长大了。这一期的我们一家访问人就讨论了男人的大玩具哈雷机车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伟忠哥到底有多想要吧。错，我觉得我非常羡慕你们呢。伟忠哥不要羡慕，因为讲到车，每个人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。现在小孩都大了，哎，今天呢？今天他们三位，他们的爱车都在旁边，对，你就别羡慕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我连回头看都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总可以看一下，没有关系的。快点，看一看一下，混蛋！来，看一下，我们看三位的爱车。你坐，你有意见直接发表。接下来就要展现男人心中的梦幻玩具了。首先亮相的就是豹哥这台威风凛凛的重机，这一台是每个哈雷都要改装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有一句话叫做全世界的哈雷没有一不一样，原因就是出厂之后没有人不改，是不改就太逊了，是、哎、我 hold 得住它，好，谢谢。这个1600cc，那目前在国内小轿车嘞，1600，目前在国内来讲，它算是比较顶级的了，它叫什么哈雷里面，Ultra。Ultra 它是Touring系列。看完了男生们的乐趣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女生永恒不变的兴趣——购物。这一期的生活大不同呢，就盘点了各国的购物圣地，女生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心动呀？来，沙漠，你随便说说吧，好吗？我觉得迪拜很厉害的。我觉得购物的话一定要去迪拜，购物中心，迪拜木应该。大家都知道吧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。知道吧？你学的是朴宰用吗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。就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，然后里面有最大的一个水族馆。水族馆是最大的哦，世界上最大的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很美。就在你的 shopping 的时候看到旁边鱼都在游。哎，对，我们说这个他们花这些钱找这个就是为了男生，而且他们为什么就是说，因为男生不太喜欢逛街嘛，就男生就对着这个玻璃墙看游来有趣的鱼，然后女生去逛街，女生去逛街，男生就看鱼，对，看那么久啊，对，可能会看一天，而且把鱼都看傻了，哎，八圈太多了，游过去，每一条鲨鱼游了八圈，看下来钱没得嘞，全给老婆用光了，那有打折吗？打折也有的，就是。好了，这次的环球抢先看又要这样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